8月1号，原住民太鲁阁族第一次以乡为申请单位，成立了猎人组织——花莲县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特别选在原住民最具象征意义的8月1号，在秀林乡山战拳球场举办了原住民族纪念日及太鲁阁族猎人发证仪式，发放有效期2年的猎人证，第一阶段有294张。花莲县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特别选在原住民最具象征意义的8月1号，在秀林乡滩站槌球场办理原住民族纪念日及太鲁阁族猎人发证仪式，发放有效2年猎人证，第一阶段共计有294张，并依村进行编组管理，确实掌握猎人入山的时间，目的以猎获回报数量。正式宣布秀林乡太鲁阁族林务局管辖范围正式进入原住民自主管理的最新阶段，而为了避免一乡两制怪象产生，同时也呼应蔡总统近年来推动转型正义的核心价值，将立即向太鲁阁国家公园非营利自用的申请。今年季不是路段的，跟其他人闹的呀，你跟大家的沙漠多，跟其他那里，明年拍到不是路段哦。你说我不乱跟到我干那太干人闹你什么实际你干那努的时候你说我不你是干人闹你跟那个。花莲林管处长杨瑞芬表示，花莲林管处从2017年积极辅导族人们，去年同门猎人团已经完成办理狩猎自主管理的机制，并且迅速带动整个秀林乡太鲁阁族猎人协会的成立，未来在林管处也会持续协助太鲁阁族猎人协会办理各项猎人培训课程，期望将与猎人协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达成台湾山林生态环境欣欣向荣愿景。我们已经在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实施了。然后呢，只要涉及到部落的相关议题有共识的，都可以主动来跟我们申请，也不要说申请了，跟我们一起来筹组所谓的共管机制的这样的会议，甚至于还可以这个行政委托，我想这一部分也都是我们的理事长在转型正义里面耳提面命，一直说林务局什么时候会过，那也再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8月1号，也就是今天，原住民日已经开始实施。秀林乡长王文贵表示，协助部落族人争取权益以及复兴文化，一直是身为乡长最重要的责任。从协会前身的还我原住民狩猎自救会，到太鲁阁国家公园以及总统府陈情，一直到筹划阶段以及成立的阶段，只要组织提出需求，秀林乡府在能力范围之内，并且协助。今天不只是猎人协会的重要日子，也是太鲁阁族重要的日子。感谢所有曾经支持太鲁阁族狩猎权益的每一个人，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今天的成果。成立猎人协会是三个大因素，第一个，继续传承，没有了猎人，生态绝对不平衡。之前我第一次碰到樊教授的时候，我曾经告诉过他一句话，你们不要一直去研究这个森林怎么样，你应该要研究现在山上的物种到底有多少只，因为物种已经下山了，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事情。所以我这样的话他简直没有办法相信，所以我还是要在这边跟我们的戴教授说，我希望政府未来是不是针对物种的部分多去研究，到底多了多少？目前太鲁阁族猎人协会会员共计有332人，符合获得猎人证资格共计294人，包括同门90人、文朗50人、水源40人、嘉明6人、景美29人、秀林37人、富士18人、崇德7人、和平9人。后续获证者需要完成本会开设自然生态保育、猎人文化培训、狩猎安全法律规范以及探查课程满20小时之后，即发放猎人证。记者中心报道。